你好，是 Andy 刘德华给我这个电话，他应该有交代你们吧？我的名字叫做林真心。林真心。麻酱面，麻酱跟面还是分开放吗？演唱会很快就开始了，你们期待吗？我很期待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努力的去促成这一次的演唱会，他想完成自己一个年轻的承诺，为了他的初恋情人。我很喜欢他们的故事，这一次的演唱会也希望送给所有真心爱过的朋友，谢谢你。真心爱你是名字姓取的，不然呢？演唱会快要开始喽，可是我没有买到票。我叫刘德华，唱给你听。